桃园三明店陶板屋，点了两种主餐，来选择一道道美味的料理吧。你好，欢迎两位点餐哈。美女，那我们从沙拉开始。鸭胸，是鸭胸吗？好，好，好。哦，也是鸭胸，芹菜。好，我是老六。好，晚餐，好，很棒。海鲜鸡汤。要。要上紫台那个哈。芹菜沙拉。这个蒸蛋我看到有点傻眼，原来蒸蛋在汤底下。汤品，主餐的调味料，香蒜瓦片牛肉七分熟，蜜苹厚切姜烧豚排，起司牛肉炊饭，菜单外的桑葚汁解油腻，右边奶茶，左边咖啡，紫米与芋泥结合的甜点，奶酪甜点。